那我就问他，你到底要不要学佛啊？对不对？那我说这样，等你先生出去的时候你再供可以吧？哦，他说不可以，因为他回来呢闻到香会骂我。其实都是自己的分别，知道吗？好，接下来再看，若善男子善女人没有办法做上面的香花冬果供养，请看若寄旅亭，就是出去旅行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或是 business trip， 或走在道路上的时候怎么办？请画下来，请你用心观想，心的供养是最大的。所以阿舍里会教你运意想成，又用运用你的意念去教你 do visualization， 想曼达拉，结阿舍银教你的手印。啊，那手印有很多，佛陀有说法印，有事无畏印，有降魔印，最基本的手印各位都学过，两个手掌顶着，这叫禅定印。对，准提神咒有准提神咒的印，在后面我再讲啊，经文会出现准提神咒的时候我再讲。好，所以再复习一下，这就是说你必须要布置一个庄严的佛堂，让你广修供养。假如你有福报，那就供养 you can offer as much as you can， 假如你不能，起码你应该买香花灯果烛供养。若实在不能，师父最低的 minimum 是你供水跟供香。听说现在花也很贵，对不对？现在好像没有一个东西不贵耶，对不对？什么东西都很贵，但是最重要你的心。那假如你是在出外旅行的时候呢，或者环境不方便的时候，请你用心观想，可以用佛卡。所以师父为什么印小张的佛卡让你观想用？好，请看丁五，为利众生请求明咒，是时莲花上如来应证等觉，就非常的高兴，因为他的老师无量寿如来亲自告诉观世音菩萨说你应该教他了。这时候莲花上如来正等觉就很高兴说，观世音菩萨，善男子，我是真心要来为了利益众生而来求这个教法的，请你真的给我灌顶口传跟解说，而且详细为我教我这个教法吧。善男子，与我说是六字大明陀罗尼。好，说是陀罗尼请写在旁边，要灌顶口传跟解说三个具足。接下来，我为了无数百千万亿巨之那余多的无量友情，希望他们离开六道轮回的痛苦，快速证得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是以这样的清净菩提心而发心而来的。翻过来179。是时，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正式开始教他咒语。就是口传的，与莲花上如来应证等觉，观世音菩萨就合掌，然后说是六字大明陀罗尼，嗡嘛呢叭的咪吽，嗡嘛呢叭的咪吽。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怎么样，听的感觉住啊？这时候大地就六遍震动了啊！现在还好没有摇这样。在佛经里面讲，后面一段经文就大地六遍震动，也就是说大悲观世音菩萨亲自为他口传 face to face。 为什么要 face to face？ 注意听师父多说几句哈。现在还是开始有网路皈依，还有网路灌顶，那是不会成熟的。你要问我真话，就是那很难，没有叫做网路灌顶的。因为在皈依跟口传的时候，是你必须要到上师面前 face to face， 因为你心跟上师的心的能量互动。师父很少讲这个，但是这是事实。
就像你现在看到伟大的伽马巴，看到他照片，哇，他的眼神很庄严。可是有一天，因为你经过千辛万苦到印度去见到法王，法王在你面前，那他的眼睛是炯炯有神，可是法王也很慈悲，像母亲一样。我每次跟法王讲话都会觉得他像母亲一样，你跟他什么东西都可以谈，你也可以完全百分之百相信他，他不会伤害你，对不对？你因为有千里迢迢那种求法的心，所以法王讲的话其实有时候你知道，但是他会像剑一样一针见血就戳到你心里啊， make you enlightened。 真正的上师就是会有这样的力量，知道吗？他也不用去炫耀，因为他是一个了解过去现在未来的证悟者。所以心跟心的互动是很重要，是没办法取代网路皈依跟网路灌顶啊，将来还会有网路传戒的。虽然科技很发达，但是啊，你真正要学教法，要啊到上师面前，是因为心跟心的互动能量的显现。那至于我刚才念 Om Mani Padme Hum， 哎，你会觉得很庄严，是因为我念梵文。Om Mani Padme Hum， 梵文是 Padme 三个音，但传到西藏，西藏人舌头比较大， Padme 它就变 Om Mani Padme Hum 也可以。第二个，你念的时候要很虔诚，要观想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坛城在现前，像太阳一样放光照着你，照金色的光或白色的光。所以每一个人写下来，心念不同，愿力不同，观想不同，所以你念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是不同的。我再讲一遍，刚才讲了三个，什么不同？第一个什么？心念不同，愿力不同，观想不同，所以同样念六字大明咒，每一个人念出来的功德是不一样的。好，我想你刚才听的应该是很庄严吧，对不对？接下来请看六字大明咒。好，从梵文传到西藏，这就叫 Om Mani Padme Hum Se。 对各位来讲会有一点困难，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对，它反正是西藏文。那在西藏文里面，这些文字传说是从文殊师利菩萨的心中 Om Arabhajanadi 流露出来一切诸佛的种子字，而且它会有颜色，你看到哎 ，Om Mani Padme Hum Se， 中间是种子字，叫 She 字，这个字有点难念，因为它是诗，然后转舌 Om Mani Padme Hum She 字这样子，哎，也不是细 She 字，舌头卷一下，这是以你在教不同的法本的时候会教的。那传统上有些仪轨就叫你念 Om Mani Padme Hum。可是有些传承会叫你念 Om Mani Padme Hum Se， 那就要看你灌顶的传承跟仪轨里面怎么教，答案是要问你教你这个教法的上师啊。在红白黄花里面，它细微的观想不一样，比方说有些是观想上面往下放光，有些是观想下面往上放光，有些是先向右旋转引请本尊然后再来放光，那这个呢要按照仪轨去修持，不要自作主张乱改。好，我是因为讲佛法，所以我只能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再看下面丁六，大地震动，魔障皆除。注意这里的震动是指震动人心，不是 earthquake， 不是地震。很多人觉得，哎呀，师父，你们佛经里蛮可怕的，都有地震。我说不是，是指震动你的人心。那要是佛经一讲经全部都大地六变震动要逃难的话，那他就失去了慈悲的本质嘛。请看经文179页。好，说是此六字大明咒陀罗尼时，此三千大千世界四大部洲乃至于天上三十三天的宫殿都是悉皆震摇震动，如芭蕉叶一样。就是呢，意思说那个芭蕉在树叶里面森林里风一吹它都会摇动。四大海水波涛汹涌，翻出波涛汹涌的海浪，一切的下面的天龙八部都会震惊，还有妖魔鬼怪都会跑掉。请看一切伟那野家药叉腊叉婆
巩伴奴、摩诃、迦那等，其实这是就是指天龙八部，钱达波、阿修罗、迦楼罗，好像药师佛有十二药叉，这些眷属啊都会震动身心。假如他是佛弟子的话，他就会护持佛法。请下面两句画起来，请看幻灯片。诸魔作障者，悉皆不善持走。所有些妖魔鬼怪、冤亲债主，然后呢，障碍你的这个所谓 any kind of spirit， 他都会远离。最近我在东南亚弘法，我也是常常遇到莲友，常常会问我一个问题，就说：“哎呀，师父，听说佛法有讲业障很重。”然后我们要忏除无量劫的冤亲债主，我们有很多幽冥界众生。师父，请你看哦，我旁边有没有幽冥界众生？我说没有，你心中有鬼，酒鬼、色鬼、小气鬼，对不对？我们心中有很多拉里拉扎的，但注意听，这些幽冥界众生负面的力量的确存在。尤其中国的古书说，当天下乱的时候，鬼神先乱。我们天地之间有很多众生，有些是人看不到的，像天灾、人祸、地震、瘟疫，像古代一有瘟疫的话是全部都会死掉，像西方欧洲有黑死病，一死的时候是全部很多的人。所以中国古书上说，天下乱的时候，人民若不守道德，这个福报享尽了，然后呢违背天理的时候，天下乱的时候，鬼神会先乱。所以你就会觉得，常常我们会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有时候师父建议各位，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怎么说是真的跟假的呢？来，表练给你看。现在这边师父有杯热水，对不对？热水本来就很烫嘛，对不对？好烫，很烫啊，对不对？啊，真的很烫。好，你看我手放在上面，啊，现在有热气嘛？哦，有鬼耶！各位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鬼？有没有？没有鬼。对，其实很多的鬼啊，这些幽冥界众生啊，必须要有因缘果写下来，就过去是你要伤害他的因，你跟他结过恶缘，他才会来找你。所以有很多东西是你心里产生出来的幻觉。什么现在叫做重度忧郁？比方说现在师父倒给我一个佛友，给他一杯水喝茶。哦，我说等一下哈，这个太烧了，我帮你去加一点凉水，这个太烫了，转过去。师父很好心，然后呢帮他加一点冷开水变温水，然后给他喝。然后他跟我说，师父你刚才里面下毒啊。请问毒从哪里来？回答我，毒从哪里来？对，你自己心中猜的。听好，现在很多的忧郁症就是这样，其实你没有病，但是你会一直猜。你的恐惧跟不安以及压力写下来，恐惧不安跟压力让你产生很多幻觉，请你念六字大明咒，念大悲观世音菩萨。我们当过去中也伤害过很多幽冥界众生，真的幽冥界众生来的话，举个例子哈，在座有一位两位莲友这几天来跟师父见客的时候就说，师父我在做什么事，突然有人真的推我一下我就跌倒了，那个真的就是幽冥界众生伤害了你，那个就是真的，那个不是幻觉。但是你也不要害怕，因为我们过去呢有意无意伤害过很多人，有时候我们忘了。举方说你在公车里面，我 MRT 跟人家发生争执，吵了一架，破口大骂，你去死啦，好好好，这样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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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念了一大堆以后你就忘了，回去呢可睡了一觉，明天就忘了。可是这个恶的记忆啊，会存在你的脑筋里，纵使你不认识他，但来生一投胎的时候一碰到，你就听到一个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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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骂你。奇怪，我怎么被他骂呢？因为你过去是骂的他比他更难听过，他一定有过去的因，有现在的恶缘，才会有不好的果报。所以不要去乱猜说，哎呀师父我旁边是不是有鬼。没有，你为什么都不想佛呢？当你想鬼的时候呢，像现代人我也讲过一次哈，不要呢看鬼电影，佛教徒真的不要看鬼电影，
更不要看乱七八糟电影，人很奇怪啊，下了班礼拜六礼拜天不去参加共修，老公老婆我们去呢租个鬼电影，灯关了嘻嘻嘻嘻就来了。我跟你讲，这个鬼电影看久了，来辈子你真的会投胎变鬼，这是真的，一切唯心造嘛，了解吗？所以心的力量很大，心有正面的一面，有光明的一面，请画起来。诸魔作障者，所有各种身心有形无形障碍你的，因为你念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或大悲神咒的功德，仰仗佛力跟法的咒力的功德，都一切会远离。这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的，不要去乱乱相信一些奇奇怪怪的，知道吗？假如你不相信，就一直喜欢去吃药，吃到最后现在很多肝脏跟肾脏不好，然后你就来求师父，师父怎么办？注意听，若你喜顺的话，连师父都救不了你。为什么？就像轮胎或摩托车的零件已经爆胎了，拍坏了以后已经没有零件换了，我不可能有神通我变一个肾脏就给你，不可能，这违反缘起法，我也不会做，我也不可能有这个力量做。我只会跟你讲 I'm sorry, wait for next life。因为呢，是你自己伤害你自己的身体，好，所以希望各位遇到家人或有一些人会有着恐怖、压力跟不安的时候，其实你应该鼓励他。家人的力量啊是很大的，朋友的关心力量也是很大，佛友跟佛友之间的关心也是很重要的。甚至这种情况，注意听我多说几句。现在想，假如你去印度菩提迦耶或圣地的时候也会发生，我也曾经带团的时候，我的学生啊去菩提迦耶或九华山地藏王菩萨，一到这就开始发了，我就抓着他，没事没事，他转过头来破口大骂，你不要管我，这样其实呢都是傲慢，他身上没有鬼，他借酒发疯，我打了他一巴掌，我说你给我念地藏王菩萨，拜下去，然后我们全部人就念地藏王菩萨，大声的念地藏王菩萨，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了五分钟跟十分钟以后，他也累了就躺在那里，然后我就叫莲友拿一杯水来给他喝，我说怎么样啊，我说师父发生了什么事，旁边讲活该，你刚刚被师父打一巴掌，你知道吗，你刚刚幽冥界众生现前，冤亲债主来了，然后其实他什么都忘了，那是什么？注意听，也不是，是说他内心里，他从小就生在有暴力的家庭，他一生吃过很多很多苦，他心中有很多很多不满、憎恨、负面的能量，一次像什么火山爆发出现了，知道吗？啊，明天会给各位看火山爆发的图片，今天我还没准备好，请看顶七。所以希望各位要了解佛法，心的力量很重要，仰仗上师、佛菩萨、佛法僧的力量很重要，请看丁七，供养观音因缘圆满。尔时莲花上如来当然非常高兴啦，听到大悲观世音菩萨亲自为他口传六字大明咒，而且为他解说灌顶仪轨，所以尔时莲花上如来应证等觉，伸出自己的手，手非常的柔软，就像大象的象王鼻，供养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价值百千万两的珍珠璎珞以用供养。各位你觉得这一段有没有很熟啊，在普门品里也有，对不对？尔时无尽意菩萨站起来供养大悲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有没有接受？没有，他是无我的，可是呢，释迦牟尼佛在普门品说，观音菩萨你应该接受无尽意菩萨的供养，让众生种福田，所以他的老师佛陀说你应该接受，他就收，收了以后观音菩萨有没有自己藏在口袋啊？没有，一半供养多宝佛塔，一半供养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因为观音菩萨本身身上就是清净庄严累劫修啊，他才不会在乎你身上的珍珠璎珞，只是说我们去供养观世音菩萨是呢，观音菩萨是一个圣者，让我们升起众福田的大悲愿心。比如说有时候师父讲经这几天早上，有时候我吃饱饭在这里惊醒，我也会看到莲友买香花灯果烛来这边拜佛或供弥勒菩萨或观世音菩萨，有时候也在这边这样脆脆念念念念很久，然后流眼泪了然后就走了，
对不对？为什么？人生都会遇到苦，你会供养佛菩萨，其实是佛菩萨让你广修供养的一个机会。那后面待会还会讲，去见上师的时候是不能空手的，那是另外一个意思。所以你不一定要拿很多东西来给师父，你心供养比较重要。可是这里的经文是说，他因为接受了灌顶教法，所以传统灌顶藏传佛教结束了完以后，就会升干部上去呢，拿哈达，然后五色的哈达供养，身口意的供养，供长寿佛，供经典，供佛像，然后呢还供很多红包，这是感谢上师传法，就是这样，了解吗？这经文也是如此。接下来观自在菩萨接受以后，你看他供养谁啊？他的老师无量寿如来印证等觉。好，无量寿如来比佛接受以后，又用神通力还给谁啊？莲花上如来。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代表让众生做一个典范，广修供养的善缘，表示你要感恩你的老师。其实这些佛跟菩萨他都证悟着，他根本不需要什么。举一个例子，有很多人千里迢迢去见道宝法王，也会带很多很多东西供养法王，很好。其实法王根本不缺啊，对不对？我也会供养法王，我会供养他呢很好吃素的昆布，因为法王现在是吃素，台湾有很多好的素料啊，对不对？素的那个香菇，就是很 yummy oisi 的呢，法王在印度吃不到的，我也会供养法王。我也会供养法王两三包，因为法王很慈悲，有时候也会供养其他的工作人员，对不对？你不用供养法王佛像了，因为佛像烫卡法王比你更多了，对不对？所以你应该是用心去供养他。接下来再看经文，而于是时，莲花上佛得到了教法，既受得是六字大明咒陀罗尼以后，就还复彼回到自己的莲花上世界，以此教法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如是善男子啊，注意听，如是善男子，我于往昔，这个我请写下来，是指释迦牟尼佛因地。他讲故事讲得很长，讲到这里终于讲完了。我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也是从莲花上如来正等觉而闻到这六字大名陀罗尼的。简单的说，从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如来传给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传给莲花上如来，莲花上如来再传给释迦牟尼佛的因地。所以请抄看一下，幻灯片你要抄可以抄，从不间断的清净传承 The blessing of the unbroken lineage。 第二个，要在上师面前亲自得到口传与教授，必须 face to face， 不能其他人代替。今天还有一个佛友跟我说，我带我的先生去皈依，拿着皈依证，错，皈依是要从自己的心真正升起。听好，这是佛规定的，不是师父规定的，你不要自作主张啊！我认为我就是佛教徒啦，不，根本你不是这样做。而且呢，亲自面对面呢，这个叫做 heart connection， 心跟心的互动，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正面的互动。好，我现在讲the unbroken lineage， 这个世界上除了佛教金刚乘之外，还有一些民间宗教。那假如你去问他，你要第一个问，请问你的金刚乘，你学的佛法是跟谁学？注意听哦，就有一种人跟你讲，我告诉你哦，这是秘密啊，不能说，记得，不能说，那个就是假的。真正传承，从金刚种时一直传到释迦牟尼佛，传到马尔巴，传到密勒日巴、冈波巴，第一世大宝法王一直传到十七世高玛巴，叫做 unbroken lineage。 就像金刚乘里面最喜欢比喻的就是呢，黄金不断的念珠，108颗不断的念珠，看师父啊，这边是木念珠，108颗，一颗接一颗，一接颗，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样的叫法你才能是清净的。现在东南亚有很多跟你讲，有些是在家居士传法，我告诉你，我的很秘密，是不可以说的，错，不可以说，那是假的，你不要拜他。
第二种还有一种给你讲，我传承很特别，是从直接观世音菩萨来的，这个有问题。因为从这里呢，佛菩萨一定是传给 human form maintain the dharma in this world， 知道吗？各位真的要学佛法，不然你真的很好骗呐、啊。新加坡人又肥又窄的，肥羊来了很好宰的。因为我知道你很真诚，你想解决生死的问题，可是因为你不学佛法，你没有判断的标准，然后人家就故意讲一点你的隐私，再给你暗示，再来表一点神通啊，你就头昏昏就跟他去了。那大部分都是假的。再讲一遍，第一个，传承一定清净是有可以讲的。第二个，他跟你讲说我不是从别人，我是从直接观世音菩萨传我的，这是假的。因为观音菩萨为了金刚乘的教法，他自己也会千百亿化身，化成像甘茂巴一样，从人的身份，从尊贵的上师里继续得到灌顶口传。他从习度仁波切，我是加察国师，我从桑坚涅巴仁波切呢，其他的伟大的上师把他的教法得到口传。在西藏有一个比喻，看这里，就像一杯水倒到另外一杯水，完全都把水倒过去，一滴都不剩，这个叫做 unbroken lineage， 这是很重要的。第三，请写下来，若你口传以后，你的上师要你做违反五戒十善的事，那是魔。真正的佛菩萨来，他不会伤害众生的，他本身是佛菩萨，他怎么会占你的便宜呢？还有第四个，现在呢碰到很多奇奇怪怪思想控制，比如说一对夫妇来跟金刚乘学佛法，对不对？他就告诉那太太一些事，不要告诉先生，真正好的老师不会玩这种游戏的，知道吗？知道吗？嘴巴讲知道，心不知道哦。第二个就是得到的教法口传，不要这么炫耀鸡婆的主动跟别人讲，因为它并不适合别人修。这也是金刚乘为什么有一个叫三玛雅三昧耶界。那我刚才说过，金刚乘没有一个是什么秘密的，只是 very profound。 可是我们华人啊，常常会有一个很鸡婆的个性啊，听到你得癌症，哎，我告诉你，我有一个秘方啊，你赶快试，这个比中央医院啊，那个中医医生还有效的，然后你就试，结果这个呢药到呢啊，命就除了。注意听，你应该去问老师，适合你的法门不一定适合别人，适合别人的东西也不一定适合你，所以你应该问你的老师，真正你相信的老师。好，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你怎么相信的老师，请写下来 public trust。 我昨天讲过慈济为什么让人家相信，诚正信实，还有慈悲喜舍。那 personal trust， 比如说朋友跟朋友之间，你为什么会相信？举个例子，老公跟老婆，你为什么相信他？举个例子，你不要介意，比如说我为什么相信华平，他做事很认真啊，对不对？他真的做错的时候，他也会跟师父忏悔啊，他不会包装啊。当然啊，我们会很好的沟通，想法不一样可以沟通。那你会发觉你要相信别人。好，现在专心听哦。第一个，因为我们有些人碰到一些不好的经验，碰到假的上师，碰到呢都是一些骗财色名食睡假的和尚，所以有这些负面的经验，你就会说佛教不好。 I'm sorry to hear that。 对，这个是发生。可是现在问题是因为你碰到不好的，所以下次你也就不相信别人，因为你不相信别人，所以别人也就不相信你，讲听懂吧？叫恶性循环。比方说你好朋友，你会发现你周遭一些好朋友，有时候你非常生气，每次都这样，每次都骗我，我真是气死他了，那个好朋友真是呢，叉叉叉叉叉。你看你的好朋友有时候也会出卖你，你有了老朋友有时候为了商场的利益也会背叛你。请问你完全相信你老公吗？有时候也很难。你完全相信你太太吗？有时候也很难。
有时候你长大了孩子，你自己养的，你会发觉他越长大以后，他自己有他的想法跟世界，有时候你都很难相信你的孩子。所以注意听哦，专心听。所以以前我在教小学三年级四年级 Rule number one， 不可以说谎。我跟从小朋友说，你若敢骗老师，将来你就会骗爸爸妈妈，你就会骗朋友，最后你会自己骗你自己。你要骗我，被我抓到的话，我绝对不相信你。为什么？ Broken our trust， 知道吗？现在全世界很多的公司，你为什么会相信啊？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台新加坡有裕华国货，对不对？他从上海或香港来的，他有 good quality， 你为什么会到这家？因为你知道这家卖的东西是 good quality， you can trust their product， 你可以相信他所卖的东西，知道吗？就像前一阵子中国大陆台湾也发生了，就黑心食品，东南亚弄得大家都很风波，很多大家都吃，好像在吃毒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人与人都不相信别人了。当然这个相信也会变，注意听，后面经文会讲，遇到上师的时候啊，你也会有考验。比方说我也说，师父每一年来讲经的时候，给你讲经的时候，哇，你充满了信心已经，等我走的时候呢，你的信愿心就噔噔噔噔噔，是不是？你的心也是会变的，所以你必须要听 DVD 啊，多复习啊。所以人与人之间会互动。好，你看朋友有时候会出卖你，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出卖你一次两次三次，你就 broken your friendship 了。所以师徒之间假如会有恶业现前的话，三昧耶揭破的时候呢，师徒之间呢本来是好朋友的也会变成恶缘。所以 it's better to speak out friendly， it's better to friendly ask， 你应该问老师，不要去猜，猜的话将来就没有善缘。为什么？因为我们将来还有来生，了解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知道吗？那你怎么能够相信你的老师呢？请写下来。第一，依菩提道次第广论，你应该先学佛法。第二个，因佛法去选择真正的善知识。第一，他所说的要跟佛经一样，比如说像卢胜彦啊，像青海啊，那你就不用听了啦，你为什么要浪费那些生命呢？对不对？这些个师父都可以讲，因为现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知道吗？真正的佛教徒也不会去浪费生命去跟他辩，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呢，哎，你要学佛法；第二个，因佛法而去判断他所说的跟经论有没有一样；第三，全世界人很多人很会讲，但所说跟所做若表里不如一，那你要小心。我不知道新加坡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奥修，知道吗？印度有一个奥修，对不对？也是讲很多佛法，也会讲佛经啊，对不对？可是他的行为呢，是非常的，私底下行为是非常的复杂的。知道吗？讲的人很多，可是他做的佛法，你看佛陀所说跟所做啊，表里如一，他一定具有慈悲、智慧跟愿力。最后一个，第五个写下来，他一定不会叫你做违反五戒十善的事。假如刚开始你亲近一个上师，然后呢，慢慢的你相信他，最后有一天他要你破戒去做一些伤害众生的事，注意听，选择远离，那你遇到了恶缘。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举师父一个例子，我是很善良，但是我也被人家骗过。好了，师父以前15年前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在台湾，我配眼镜，因为我们读书嘛都要眼镜。那刚开始这个人呢，他也说他很喜欢佛教，然后呢他愿意帮我配眼镜。他说师父你很辛苦啊，弘法我给你呢 20% discount， 很 friendly。 师父刚开始呢，哇，我还把他当好朋友啊，每一次我回台湾我都会给他检查眼镜。哎呀师父你最近太辛苦了，你打太多电了，你都一直度数增加，我现在一个快1000度，一个呢是这快800多度了，我还有散光，还有老花，你知道吗？我看电脑已经这样猛叉叉了，对对对，我还要帮你们做讲义啊，师父老了。可是啊，让我知道我跟他是10年的朋友，哎，
刚开始的话跟我配的是德国蔡司镜片，大家知道吗？德国人对于这个镜片啊，显微镜、望远镜是高科技，东方呢，日本呢是做得很好。他跟我讲说，师傅，我给你最好的蔡司镜片，好，然后我给你 discount。结果啊，他给我台湾普通镜片，拿德国蔡司镜片的钱5倍钱。我刚开始不知道，我真的很笨。为什么 ？He got my trust。那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有一次呢，我认识他10年，我有一次呢，在5年的时候，有一次师父到国外弘法，不小心镜片呢，很急吧，放在桌上，砰起来破掉了。还好我那个有 record card， 我有度数，我就拿去，然后呢，在国外，然后呢，我一个佛友在 Western Country， 他帮我重新配，我说配德国蔡司镜片，他跟我说，师父，你这是台湾普通 glass。不是德国镜片。 Oh my God, my heart was broken. 为什么我竟然被人家骗了5、6年？可是我刚开始知道的时候，我还是没有责备他，因为我觉得这个人还很善良，我很想用释迦牟尼方法感动他。接下来呢，我还是拍，结果呢，这镜片呢就越现在哦，这镜片就越来越贵，越来越贵。到了第9年跟第10年，我国外留学回来，我去找他，结果找他的前3天呢，他突然搬家了。搬家的时候，因为那条街师傅认识啊，我是一个很人家不讨厌我的师傅嘛哈，师傅也长得很庄严啊，人缘也很好啊，我就问左邻右舍啊，我说他怎么了？他说师傅你不知道，他骗了很多人，跳票了。被着警察来通缉，房子封锁，前3天了，连半夜全部曝光了。我说那他跑去哪里？他说跑到大陆去了。我一听了，哎呀，阿弥陀佛，那天晚上我的心真的完全碎了。为什么？我相信一个人10年，我也要用佛法鼓励他，他们家有困难的时候我还去帮助过他，了解吗？精神的鼓励，佛法的回向，完全师父都没有收钱。没有想到是他先得到我的信任，放长线钓大鱼，结果呢讲的呢都是德国蔡司镜片，全部都是普通玻璃镜片。要是你，你如何呢？你会说 Go to the hell 这样子吗？写下来，不可以，佛教徒不可以诅咒别人，诅咒别人是最不好的恶业。我的确很难过，我难过，我哭了3天，我的心都很痛。我的意思是说，我相信一个众生，众生怎么可以欺骗我？何况是和尚，而且这个果报是不好的，对不对？你宁愿跟我讲说，师父，德国蔡司镜片要5倍的钱，你付得起，你再配，不然的还有 second option 嘛。所以注意听，人与人之间你会碰到这样，有些人他很狡猾，刚开始跟你做朋友啊，我们很有缘哦，师兄我看到你法喜充满，我前世可能我们是兄弟啊，你要跟他讲一句话，我跟你不太熟，不要自找麻烦。人与人之间不要太熟，熟了就会烂，烂了就被丢了。所以中国古人讲，君子之交淡如水。同样，上师跟弟子之间也不要太靠近，要亲近的距离，因为你这样才会对上师升起恭敬心。有些人呢很护持师父，靠近了师父以后，就看到这个师父也会有烂袜子、丢袜子、臭袜子，房间很乱，你看他就会失去恭敬心。所以我觉得在家跟出家还是保持一点距离，朦胧美会比较好一点。第二个，交朋友你要用智慧。这个社会注意听，菩萨度3000大千世界众生，那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呢？答案，因为菩萨有神通，菩萨可以看到你过去、现在与未来。可是我师父举的我自己一个丑陋的经验，就是说我认识的这个朋友10年，最后呢竟然是欺骗我的。可是我最后很难过，讲真话师父会难过，最后我还帮他诵经回向，希望他不要堕地狱，骗了和尚的钱了，将来会堕狱，希望他有一天遇到苦难的时候他还觉悟，说原来他这辈子都欺骗别人，占别人的便宜，观音菩萨你救救他，给他一个机会吧，知道吗？原谅别人很不容易。那最后呢，我也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哎，下次我配眼镜的时候要先小心一点儿。
好，请看下面的经文。冰山总专精此法，总持法藏。分三丁一，甘露相应，德味充满无断。尔时除盖藏菩萨白佛言：世尊，令我云何得是六字大名陀罗尼？世尊，如是充满，就是你身口意呢，身口意三命相应的时候，你念干了观音菩萨的六字大名咒，越念呢，请写下来。一，烦恼会越来越轻；二，心会越来越清净；三，你的觉性会越来越强。啊，我上次讲过，这叫做甘露相应，德味充满无间断。世尊，若是闻此陀罗尼时，没有懈怠。我从来都没有觉得疲倦或是呢后悔的心，因为我心念能够受持这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教法，我心里会昼夜用功的受持。我不但自己受持，看幻灯片，红色的部分代表自利，我也会利他，尽量劝所有我周遭一切的有情众生，不管是听闻，不管是佩戴，不管是挂项链、挂手镯，我六字大明咒，我都愿意希望一切众生闻到此六字大明咒陀罗尼的功德，获得无上大功德，为他宣说。接下来再看丁二，书写明咒等同一切法藏。佛告善男子，若有人书此六字大名陀罗尼，就等于写八万四千法藏等无有异。请画起来，这是佛陀说的，这是非常了不起。所以待会给你看西藏人为什么喜欢雕 Om Mani Padme Hum 的石头，就是来自这段经文。若有人以天经宝造作如来像围城树这么多佛的雕像座椅，然后在一日呢赞叹供养，这佛的功德有多大呢？有啊，当然了，大殿里全部都是雕像，比方说你看净明很庄严，左边跟右边都是观世音菩萨。若有人呢花了这么多钱做了这么多雕像，还点灯供养礼拜，这功德大不大？当然很大。可是啊，不如啊有人真心写六字大名陀罗尼一字这个咒语，真诚的信愿心所获的果报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心会善助于解脱。好，请看下面。所以你去印度、尼泊尔或西藏，尤其在尼泊尔跟印度、西藏，常常会看到这样在山壁上雕 Om Mani Padme Hum， 对，就是出自于这一段的经文。西藏的仁波切也讲过这一段经文是藏文本一模一样的，我查过。接下来你也会看到，假如他讲的地方有发生车祸，我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灾难，他就会在路口，然后呢雕石雕，上面呢这张图片是雕的莲师，然后雕 Om Mani Padme Hum， 这个就是雕像，了解吗？看到了吗？有看到吗？有。好，我讲经先讲到这里，180页第三行，请各位呢回去先预习好不好？我明天会讲很多啊，180页，请你先预习到184页第22行好不好？啊，对不起，因为要讲快一点，今天礼拜天了嘛，对不对？还有两天啊，我要把全部经文讲完呢。啊，我的心脏又不太好了。我要讲到188页，其实187流通分并不难，他是说弘扬这个教法，187到188在家出家都要守戒定慧，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你好好相信六字大明咒的法门，你可以自己念，也可以佩戴，也可以劝家人修持。讲经就讲到这里，好，请合掌，念四句句回向文，念我此普贤殊胜行，一起念哈。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
好，阿弥陀佛，今天讲经讲到这里，不好意思，耽误了一点点时间，谢谢各位。